啊，手机没带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那个我们上一次表演的时候有在曲可以跟我们挥挥手，对，那因为我们表演两次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这次表演了一首很久很久没有表演的歌，我不是超人里面的超人。那再邀请我们来，那其实我们今天进行了桃园中壢一日游，对，然后我们刚刚在那个大江购物中心，在中壢，然后我们刚刚就是有在那边玩，那其实就觉得哇，这几年就是桃园真是变得蛮好玩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因为其实平常我们是在台北嘛，也
比较少来到台语桃园这样，然后今天其实玩得相当的愉快，对，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我要讲什么，大家如果就是觉得好玩的话，就可以常常来玩，可是这边没有那么讨厌的，对。好，如果大家觉得好玩的话，也可以常常来台北玩。说大家觉得好玩的话，就可以常常来台北。对，这样也可以吧？也可以啦，算是蛮硬凹的。对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是这么的硬凹。对，接下来这首歌不一样。好，不一样，来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张开眼睛，看看身旁，我知道今天将会不一样。哇哇哦！别再努力，换一个想法，我知道今后将会不一样。哇哦哇哦！那些过去的游戏，尽算失败。是后悔的，别再抓紧不放。就让心情稍微加点吧，不同的方法得到不同的回答。别让今天变成永远呀，准备好一起跳出这样循环吗？就让我们开始不一样吧。就从现在开始。摆摆手掌，再甩甩头发，你知道今晚将会不一样。哇哦哇哦，放下手机，亲手告诉他，你知道今后将会不一样。哇哦哇哦，那些过去的就紧紧抓住它。但是伤心的别再抓住不放，就让今天成为这天吧，不同的方法得到不同的回答。别让明天变成永远呀，准备好一起跳出这个循环吧。就让我们开始不一样吧，就从今晚开始。
拥抱总有喜剧。We can kiss，We'll be right back.
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，在续词 Already Mine 这首歌后面是通常是不会出现任何一首其他的歌的。对，没错。但是因为被你们的诚意感动了，所以今天我多一首歌。好，我们就用沙漠来结束。我们就这首歌《沙漠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们是三十万年老虎钳。沙漠里。
静悄悄让我有点感动，在不管中你陪我度过，就算千年沙漠没有成功，就算太阳不再是是三十万年老虎节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三十万年老虎节为我们2020桃园灯会画下完美的 ending， 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，感谢在这一路以来13天大家的一个热情支持，谢谢我们的指导单位，感谢桃园市政府、桃园市议会，以及感谢主办单位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，同时也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这13天辛苦了，还要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市民好朋友，有您的参与才会让我们的活动更加圆满顺利成功。在接下来我们就要马上迎接今天也是这一次2020桃园灯会在中立光明公园的最后一次主灯秀了，我们要请现场所有的朋友来把握最后一次的时间，请大家准备好了哟，在今天的一个活动现场要跟大家正式宣告2020桃园灯会光之桃花源圆满顺利成功，为大家展现最后一次的大地花坛主灯秀，再来，拜拜。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呀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